海贼王981话，马尔科展示四皇级实力，赏金比路飞还要高。海贼王漫画981话更新后，预示着和之国大战正式开始了，因为路飞联盟最强的帮手到了，就是马尔科，原白胡子海贼团一番队长。一是马尔科带着隐藏一起出现在和之国，第二个惊喜是马尔科真正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四皇船长级别。白胡子战死后，战国也说了马尔科能替代白胡子成为新的四皇，在看到马尔科时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说明他们怕马尔科。小马哥的出场让他们始料未及，司慕吉也算大将级别的人物，对马尔科恐惧也表明了马尔科的实力远超过了自己。马尔科的实力确定了，赏金就是海迷最关心的问题了。再加上战国曾说马尔科有当四皇的能力，实力应该是四皇级别，这样来看马尔科的赏金应该在路飞之上，应该与本贝克曼耶稣布差不多，接近四皇。